你好，我是 Jessica， 我今天要来介绍一个绿豆发酵活氧的面膜，它是一个清洁面膜，它敷在脸上的时候，敷越久会有越多泡泡。那我等会就来试敷看看，它绿豆的功能有抗老、保湿，还有清洁，所以它是一个很多功能的面膜。现在是我洗完脸后的素颜，我要准备来敷这个了。清洁的抗老面膜。有没有看到过敏的地方？然后还有泛红的地方。我要来敷这个了，这个是一个绿豆发酵系数的清洁面膜，然后它有抗老，然后还有保水保湿，然后它是一个清洁面膜，它敷完的时候会有泡泡，15分钟后就会挤出很多泡泡，所以我先敷给你们看，它就是一个面膜纸，然后摸起来有点像肥皂水，但是它就是一个清洁的面膜。打不开。好，它就长这样，但是摸起来就是滑滑的，然后它的主成分就是绿豆。敷上去我就觉得开始在起泡了，然后时间敷15分钟，它敷越久泡泡会越多。泡泡，好，暂停，先暂停。泡泡越来越多了，好特别的面膜哦。我要取掉泡泡面膜咯，脸上都是泡泡。暂停。你看面膜上都是泡泡，我挤在手上都可以挤出泡泡，泡泡，然后脸上都有泡泡。好，我要洗掉了。脸变得好清爽哦，而且感觉好像还不错，而且蛮保湿的，不会很干燥，也不会很紧绷。OK。